所以你决定要搁读啊？对啊，安尼嘛好啦，无安尼吼，你嘛会伤忝啊。我家己忝是无要紧，上主要的吼是阮大家安尼啊烦恼，我家己心内袂得过。嘛是啦，其实我嘛有伫想啊，最近吼，共我囝收起来，莫做啊。啊！店面个轻轻个去做别人，收起来。那呢，你敢有想讲要做别个生理啊？较漳州甲我讲啦，伊讲客户想要找我哦，缀伊去做房地产。那哩真好啊！伊是咱淡水哦上出名个中人呢。你若甲伊学做房地产，无得讲哦，比做五金行搁较适合哩，嘛搁较有法赚啦。啊，你迄店面哦。会当租予别人，也嘛会当收来租金，恁大家吼嘛袂遐尔忝。啊，不过讲真个啦，迄换一道嘛毋是遮尔啊简单，是毋是会有发展嘛，阁毋知影。我只是咧想讲吼，迄五金行啦，正月出货总是粗重个工课，你嘛知影阮大家个个性，迄物件个讲吼足粗重，叫毋通叮当，伊也讲袂听啦，叫物件摆伫遐，伊嘛是要去做。真好，足烦恼伊个身体。恁大家吼，都是安尼啦。啊，你之前嘛捌甲我讲过啊，讲迄未来庙个迄个道经啦，拢是伊一个人咧说个。是啦，啊，不过即卖伊个年岁哦，一年比一年搁较老啊，伊家其实无感觉啦。啊，不过搁安怎讲，阮咱遮做事实，免来当囥我是大人做遮尔粗重个工课啦。啊，你甲迄五金行收起来。恁大家敢会唔敢哈？这我嘛唔知影，我还阁找时间甲伊讨论看卖。对啦，阿姊，你要同我做伙等下淡水无？好啊，我嘛想讲吼，来去看卡匠。对啦，阿维君吼，我嘛足久拢无看到安尼。我有听明勇咧讲啦，讲卡匠要替维君相亲咯。对啊对啊，听讲哦，迄个查某囡仔真友好，啊，甲卡匠哦嘛真投缘，两个真有话讲。看起来哦，卡匠对这个未来新妇哦是真满意。是哦。啊，是安怎样？无啦，啊，我只是咧想讲哦，
为阮第一去公司上班上遐尼久啊，敢讲拢无交女朋友？应该是无啦，啊你嘛知为阮的个性，伊才尔避暑着。多谢你啊！哎，你看，啊，就是这个秋莲呐，啊，这个秋莲，看起来真福气吼。阿伟君敢看过啊？有啊，我有摕好看啊。阿伊有讲啥无？哎呀，但是要讲啥啦？啊，你也毋是毋知影，自细汉这伟君吼，就安尼足老实的，点酷酷，啥物拢唔爱讲的。伊无讲有介意也无介意哦，那无讲话就是有介意啊。啊，嘉伦明年要考试啊吼。对啦，伊即摆有咧补习啦。嘉伦这个囡仔哦，真聪明啦，应该是没问题啦。上好是安尼啦，啊，伊的功课我也看无啊。我会当甲大三工个哦，就是较拍拼趁钱，互伊去补习啦。啊，五个嘞，敢无咧管遐囡仔个功课？伊是会管啦，啊，毋过吼，嘛是有伫咧厝个时阵啊。啊，想到个时哦，就一个一个掠过来问讲吼，考试考了安怎？啊，即摆除了迄上细汉个家祥以外啦，迄几个大个哦，一看到伊转来哦，就敢若是鸟鼠去撞到猫粮款。一个一个秘在房间内，哪会去问伊功课？阿五的即摆身体安怎？迄糖尿病有好好在控制？嘛有去看医生啊，啊药啊嘛有摕啦。啊，不过哦，迄应酬遐尼啊侪着，家己嘛无法度控制啊。啊，你着爱甲讲啊。有啦，我嘛有常常咧甲提醒啊。有提醒就好啦。家长袂听啦，吼、哦。哎、欸，你回来啊？啊，今仔哪较早？姐，今日办公室哦，暗时时间啊，提早一点钟下班。哦，好、哦、好、哦。啊，安尼对我好啦，我有物件吼要摕予您用的啦。哦、啊，我甲你摕入来。啊。啊，最近安怎？真好啊。啊，工课有顺利无？顺利啦。有顺利就好啊。这啦，这你给我送去学用的。卡长，无吼，我甲伟君做伙出去啦，我嘛应该好转去啦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行，卡长再见啦。好好好。啊，等来吃饭啊。卡长，今仔日咯。有摕迄秋莲相片给我看啦。哦，是哦。卡上敢若足喜欢这个秋莲的呢。是啊。啊你？哈？你有喜欢？哎，真好啊。妈讲伊哦，个性温顺啊，佫袂像安尼古板，淡薄活泼，啊，而且佫真友好。哎，啊你讲的拢是卡上的话，啊你家己呢？你家己感觉安怎？大师，我甲你同款，嘛是看过相片尔。你问我感觉安怎？我即摆感觉就是安尼啦。啊无，等我甲伊见过面啊，再甲大师你报告。不过我是知影，我若是甲伊有缘，妈一定会真欢喜的。顶回啦，我有听某你甲我讲，伊伫外口有看到你甲一个查某囡仔呢。啊，无啦，迄公司的同事啦。伟君啊，你爱知影哦，你若是有啥物想法，你是会当甲卡强讲的呢。若是你毋知影要安怎甲卡强讲，无你甲大姊讲啦。虽然哦，我较还蛮讲话啦，啊，不过我嘛会当甲细强参详啊，看要安怎替你甲卡强讲啊。多谢大姐。
遐尼关心我。不过我真正无其他的想法。其实我心内就早就决定了，关于着结婚的对象，以伊妈的姓为主。啊，你家己有注意就好啊啦。大姐，多谢你哦，多谢你哦，一直遐尼啊关心我。啊，你是咧讲啥啦？你是我小弟呢。伟君啊，嗯，多谢你啊，哈，多谢你这么友好卡掌，哎呀，啊，办项代志吼，拢以卡掌为主。大姐，你哪安尼讲啦？友好本来就是应该呀。友好本来就是应该，无唔对啦。啊，不过你做了比我更加好啊。好啦。大姐这世人上对不起卡掌的，就是在婚姻这件代志，我算卡掌的伊啊。大姐，卡掌哦，有你这么友好的后生，一定足欢喜的。好啦，行。行。卡掌有讲，什么时阵？要安排恁对看。哦，好礼拜。有好，啊，搁有无啊？啊，叫你买一挂囥在厝的吼，要搭就有啊。有啦，有买啦，有买。啊，有买有搭啊，无啦。啊，是囥的就会好哦。行，我去搭。行啦，行，我去搭。嗯。多谢阿桑。跟你讲，我来就好，啊，着搁接手。我告诉你，有一件代志。什么代志？有一件代志，我想要跟你参详啊。什么代志？你讲啊。咱把五金行收起来，卖做好不？收起来。啊，就前一阵仔有人咧问我讲，想要租咱的店面啊。金行就开了顺顺啊，嘛拢有咧赚钱啊，啊哪着爱做人？咱家己做敢唔好？所以我才想讲要找你参详看卖啦。啊，咱五金行是有赚钱无唔对，啊，不过看你对我逐工安尼无应当无应使，我惊你会伤忝啊。啊，你看，咱若是个店吼，啊整理啊租予人，逐个月毛固定的租金会当收，安尼你较袂遐辛苦啊。袂啦，那有啥物通好辛苦的？啊，做啊侪年啊，我嘛惯习啊。你袂感觉辛苦，啊，不过我看了也唔甘嘛。啊，搁再讲啦，未来乡嘛要收起来啊，应该也学教送你享福啊。是啊，未来乡嘛要收起来。我嫁入来苦家的时阵，恁老道上，还佫伫咧西夏发咧做道士，还为道士做甲官家，
阵啊，我就生气少啊。我想讲哦，决心把这个囡仔顾好势。后来，恁老道上就离开新亚法，我就缀伊哦去卖米粉汤，真辛苦，安尼一直拼。一直到开未来乡，我嘛是跟伊安尼开店、顾店。哇，即马未来乡嘛要收起啊！我家桑，你莫艰苦啦。你若唔甘，咱就莫收啊，留来继续做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啦。我是要爱你知影，虽然讲我无读什么书，捌的嘛无多，啊，不过过去所发生的，一件一件，一层一层，我拢会记。我嘛知影。我有你这么好的一个心腹，结束要走的时阵，你身躯边的钱拢开到差不多啊，对不？虽然你无讲，啊，不过你烦恼的心情，我拢了解。是阮家少对不起你，但咱留这间五金行，哎呀，囡仔，顾我一个老的，都走啊！家三，你唔通安尼讲啦。哎，阿姐，啊，你敢有想讲？我金房收起了，啊！你要做啥？阮客户甲阮卡匠讲啊，讲伊想要带我甲伊做伙做房地产。阮客户，哇！我知我知，恁迄客户吼，真牛呢。啊，进前哦，迄外国人来遮开迄大间房，迄一大片地，啊，拢是伊处理的对无？对啊。坐啦，我是咧想讲，啊，你也毋捌遐啊，你要怎人做？一开始我会先对阮客户做伙投资啦，啊，才哪看哪学，若是有机会，咪当去建设公司食头路，学卖厝啊。开五金行。是家己做头家，你要建设公司做人的辛劳，食人的头路，啊，敢袂伤忝？我唔惊忝，我是想讲学一寡无同款的物件来拼看卖，安尼毋才当学教授你，啊，佮有遮囡仔过佫较好的日子。你感觉安尼啥款？若要共五金行收起来，我是有淡薄仔毋甘啦。我相信你嘛共款。啊，毋过，既然你已经做决定啊。我知影你一定有斟酌想过啊，我相信你的决定。你做什么决定？我卡
婶拢会支持你。我发现多谢你，放心去做。我来。小，你一定嘛跟我家婶同款，会支持我决定对无？请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给家婶，还佮有这个囡仔，过了比谁拢佮较好。阿妈，我是讲，这要放倒啦。唔要紧啦，你看你要安怎收，你才甲我讲就好。要哪会？妈讲哦，伫阮家阿妈上大呢，啥物代志拢爱先问过阿妈。弟哦，放倒啦。啊，这着即马要穿的，着放较好摕拖就好啊。啊，阿妈，无你甲我倒摕拖。你上敖使奶啦，我放遮。来来，啊对啊，啊恁阿舅吼要结婚，啊红啊真正无倒转来。啊，伊着咧做兵啊，拄好无放假，嘛无法度。嗯，啊，讲到这阿红哦，嗯，做伙安尼，我看想着伊啊位啊飞轮机顶悬安尼跳落来。阿嬷，迄叫做伞兵啦，伊又莫搁掠迷，伊嘛知有够后悔啊。伊讲吼，无应该听人讲做伞兵食较好，伊就野手跟人去做伞兵。哈哈，囡仔。嘿啊，阮即马拢笑伊笑学生呢，若是有迄个克里姆，伊嘛野手跟人走啊。哈哈，你莫安尼笑你小弟啊啦。不然就安尼嘛。哎呦，对啊，啊你考试哦准备了安怎哈？有淡薄忝，头休困一下。啊，阿嬷，无你陪我读书好无？好啊。啊，你莫出去哦，爱陪我读书哦。好啦。安怎？啊，这几天恁大家搬来，啊，都有习惯未？已经好啊，厝内底即马嘛轻啊差不多啊。这间厝吼，起啊足好，啊，这环境吼，都赞啦。唉，咱实在无买唔对呢。对啊，
文卡讲哦，伊嘛讲哦，我这间厝买了好。啊对啊，啊伟君的婚事准备安怎？差不多啊啦，中正路迄边的新房嘛已经传好啊。哎，啊，新妇哦，啊娶入门吼，都个带要抱孙啦。哎呀，水啊，啊辛苦几世人啊，啊即马看恁一个一个安尼大汉吼，嘛总算也清醒啊啦。对啊。你知恁卡匠是唔讲理无？我早就甲恁卡匠讲啊，自细汉看你大汉，你遮尔巧，遮尔伶俐，甲你囥五金行哦，想要拍算啊。阿准讲吼，你来建设公司哦，我保证你卖出成绩哦，一定是一等一的啊。对啦，妈咪，要来阮家坐一款无？哦，今仔先买啦。我今日吼，先去三楼，阮后生遐坐坐，啊，两个月后才看恁大家，哈。好，谢谢。阿芬啊，我刚扫顿啊，顿啊，妈，啊你咧看主，咱也无甲电话拍开啦，等下目睭看歹去。我是讲，你是房间较光啦。细姐，哎，啊要办的代志拢办好啊？有啦，拢办好啊啦。啊对啦，阿芬啊，明仔载我送恁去会来，你才甲伊讲好，恁去要到位倒。明仔载恁是要送来哦、喔，足好个呢。细姐啊。啊，我想讲吼，咱遮嘛凉凉啊，啊吹电风扇都够凉啊，毋免阁倒冷气啊啦。我听讲吼，迄正上电敢毋是？阿嬷，咱莫常常开就好啊，真热真热时阵才开。我也是感觉讲吼，啊无就倒厅下就好啊，房间毋免倒啦。装冷气当然是阿嬷的房间先装啊，伫咱家吼，阿嬷上大呢，对吼。恰，我甲阿嬷去，搁会用饭阿嬷的福气，有恁去找呢。嘿啊，那是我读书时阵才开，咱来试看卖啊，安尼哦，考试的成绩敢会较好？上好是找恁去哦，成绩就会变好啦。啊，你即摆意思是讲，你较早考无好，拢是因为咱兜无到恁去。我无讲。啊，讲实在，细姐。我是感觉讲哦，咱家这几个囡仔，拢真乖，啊嘛真敖。你看阿仁啊，虽然讲哦，无阁继续读大学，啊，不过人伊一毕业哦，就考到迄间什么画网啊，迄间公司啊。我听讲，迄无好入去呢。真阿芬啊哦，即摆嘛要考大学啊。啊，那阿宏啊，真正哦，阁想要继续读，啊，等伊退伍了。才搁要考大学嘛会当啊！囡仔，啊人咧甲我讲讲，迄退伍了吼，才去考大学，搁加分哦。对啊，足无公平呢！像阮吼，查某囡仔，顶课拢无加分呢。我有煮绿豆汤，我卡落你食。免老卡，我家己来就好啊。免，无闲规工啊，我来甲你卡啦。真水哩，等下帅将啊，啊你嘛帅将啊。多谢阿先生。啊你嘞，考试准备了安怎？有啦，继续咧拍拼。尽力就好啊，知无？嗯。啊对啦，妈。嗯。你知影对面楼顶有人爱饲粉鸟？昨昏我看到阿嬷一个人坐遐流目屎，看到对面的人也徛遐咧训练粉鸟。拄则我佮阿嬷咧收衫，收到一半，有一只粉鸟飞到窗仔外，阿嬷就怣怣地看过去，真艰苦的款，连我佮伊讲话伊拢无听着。阿
婚，你知影阿妈上疼你，你伫厝内底有闲，啊，加甲阿妈开讲，让阿妈欢喜，知无？嗯，我知。好啦，去食绿豆汤，让阿妈等。祝你幸福美满哈！妈妈，妈妈请用餐。家庭和好，每年生好事哈。啊，家己的洋装哦嘛，足舒服的哦。真是哦。啊，好穿无？嗯，就知。这双鞋啊，是我为日本带回来的，一定足好穿的。因为我家己嘛有一双去日本博会的时阵，穿这双，行几工脚嘛袂疼。真是的哦，行几工脚拢袂疼。你哦，可以行看卖啦。好。安尼我买这双鞋，我买直接穿，你帮我把鞋包起来就好啊。谢谢。安娜，买外脚啦吼，买，真好穿。我早就甲你讲啊，鞋这种物件哦，一分钱一分货啦。委托行带入来的物件哦，就是甲迄路边摊的无同款。嗯，啊你就干来好讲我。这么多年来，妈妈看到你替家己哦买一双较好的鞋来穿。啊，我甲你的时代路也无同啊，好无？嗯，有啥物无同？啊，咱两个毋是拢穿洋装。你是冰山美人呢，阁是五金行的头家娘。你的洋装也毋是普通的洋装啊，你看啦，为迄布料甲设计，阁是高级，啊，阁新款。哪会当跟我洋装比啦？啊，而且哦，遐尼贵的洋装，嘛爱看人穿，我穿起来嘛无你好看啊。嘿，那是你家己无爱水，你拢唔知影你装起来有偌尔水的。你哦，莫跟我讲生笑话啦。你若真正想要买哦，我陪你来去洗就好啊。啊，不过这委托行的物件好是好，无俗的。啊，你也不是逐天咧买啊。即摆毋是甲勇勇干妈咧做房地产，啊嘛有赚着钱啊 ，OK 啦。对啦，姐，你敢知有倒一间委托行哦？有你卖迄较适合时代咧穿的衫，我有想买两领衫，互较正，啊，搁阮大家。
敢那无迄种专门的店咧。啊，有一间啦，迄物件吼，敢那较济哦，无咱去遐看卖啊。好啊。高酱，高酱，您来啊啦？啊，你咧无闲啥？无啦。哎，李白，门甲关一下吼。啊，着今仔天气足好个啊，食个肉啊吼，想讲家切切。卡酱，啊拄啊阿姊哦，带我去委托行，我甲你买一束伞呢，来，你来试穿看卖无？来，来，试下看。这哦是香港做卡啥物啊？这碰色哦，哇，我应你个吧嘞。但我碰色衫遮尔啊侪，哪搁开遮个钱啦？这无共款呐，你甲问看卖啊，这料，这轻搁薄，你哦会当穿到春天呢。卡酱。啊！你穿这领，真正足水呢。嗯，汤米，你实在是吼，你着知影恁小妹啊，啊伊若看到水衫就乱开钱，搁出来去找什么委托行啦？哎，卡讲啊，啊细讲哦，即马拍你拍拼咧趁钱着，逐工哦除了做工课，就是伫厝诶，无吼就是去庙诶拜拜啦。啊伊即马有伊诶兴趣哦，就是买新衫，啊甲家己吼穿啊水水。伊即摆有这个能力啊，你都给伊买嘛。对啊，啊一领衫尔。好啦好啦，我甲你念啊啦，后悔吼买家己穿就好，莫开这个钱啦。啊，好啦，你要试穿看卖无？哦。卡酱，你哪会要扫啦？你有感冒？我去停茶啦。无啥无代志啊，可能去扎了嘴喏。卡酱，你敢真正无想要搬去甲伟君做伙住？啊，车行遮我住了好好，谁哪会搬过去？这家离中正路近近啊。卡酱，啊，但你即摆嘛有花啊，我即阵逐工出去走车，无伫咧厝里。你若是搬去甲伟君做伙住，厝内底有手连梯，阮大家嘛较放心。咱恁人拢伫咧是咧烦恼啥？我敢有老敢互恁遮烦恼哦？卡酱啊，啊有志酱哦，嘛得要七十万呢。敢讲拢无想过，迄车莫阁开啊？就是啊，卡酱，啊即马拢啥物时代啊？大家哦，若是要去电话街买物件，毋是家己开车，啊无就是叫车去，偌方便呢？哪有阁有啥物生意通做啦？啊！若真正要做，敢做会过人迄大金的货运哦？啊！恁欧志强这个人，恁嘛知影，伊的个性即款代志爱家己想会通啦，啊，无哪有法度。卡强，啊无我先来转啦。啊，今仔日嘉伦吼补一班有提早下课，我转去做暗顿啊。哦，好好，啊，紧转去吼。啊，细强啊，你嘛紧转去啦！即摆你较常伫外口咧走动，有闲吼、喔，陪恁大家啦。啊，较早恁咧开迄个银行吼，伊阁真侪代志伫无闲，即摆店收起来，人若闲吼，就较会乌白乱想，啊去想着较早遐个不爽快代志。我知影，卡强。我们是来等啊，好啦，紧等去，哈，还细你啊。卡强来哦，谢谢你啊，照顾家己哦，好，再过来看你，好，再见。卡强看到你遐个衫哦，敢若真欢喜。是啊，不过我是来足惊伊哦，迄衫哦买予伊，唔甘穿呢，还敢若藏呢。对啦，啊恁穿最近有较好无？有啦，不过听阿芬讲哦，有看到伊一人伫房间内底，啊看窗仔外，看甲流目屎。是哦。啊，我哪知影遮尔啊拄好啦，新厝对面哦拄好有人伫饲粉鸟。你有时间哦，都要加陪伊呢。我有啦，肯小走以后，
阮两个无参像大家新妇，才真正参像母仔囝共款。伊会甲我讲真侪伊以前诶代志，有真侪我毋捌听过伊诶心情，还佫伊经过诶故事。讲起阮大家，伊一世人哦，真正足无简单。好啦，紧来转啦！啊，你都爱记诶呢。转去哦，都爱笑。啊，你无欢喜，恁大家是要安怎欢喜啊？啊，这碰侪衫哦，记得互伊试穿嘞。嗯，我知。对啦，姐，咱遮轮到婚哦，考试考煞，咱带遐囡仔出来行行好无？好啊。紧来转啊！吴嘉伦，吴嘉伦，哇，真的假的？你在那边看书？哎呦，快要考试啦！怎么考试还一个月？哎、欸，你今天考几分？怎么，模拟考？对啊。数学吗？嗯。刚刚好及格，62分。62，这样子可以吗？别看了吧，还一个月，你怕什么？哎、欸，你们看到柜台新来那个小妹妹？对啊。怎样？超可爱的，怎样？拜托你，快要大考了，不要想这些好不好？一个月，考完之后你要干嘛？出去玩嘛，当然要先铺好路啊。好，算算算算算，你在这边继续看你的数学，我先去了解一下他叫什么名字啊。你就不要来跟我要他的名字啊，你就在这啊。这目睭皮哪会伫咧跳啊？喂，啊，请问是吴嘉伦的家长吗？我是吴嘉伦的妈妈，请问你是？您好，我是嘉伦补习班的老师。嘉伦刚刚不小心出了一点意外，现在人在医院。什么意外啊？嘉伦现在怎么样了？吴妈妈，你先不要着急，嘉伦刚刚是不小心跌倒撞到了头，医生现在正在处理了。哎，还是吴妈妈你先过来再说好了。好好好，好，我知道，我马上过去。
你等等，医生马上来了。嘉伦，嘉伦，麻烦你们到外面等好吗？嘉伦啊，妈妈，先到外面等。是啊，交给医生处理了。妈，啥那样？哎，头就疼哎，头就疼哎哦。嗯。我妈妈哦，来去问医生啦。你搁小忍耐一下，妈妈问好，就回来啊，哈。亲像在眼前，母亲的